创意行销团队，为我们带来今天中午精彩的活动演出。来，我们的午间节目开演。中东差不多，咱一轮，咱的核心奖就可以按照举办到咱平安后宴。那么在我们舞台的赞助，咱特别感谢到咱的楼主，我们的吴宏玉，以及咱的头家林冠廷，我们赞助提供，我们热情的掌声，谢谢。感谢我们两位赞助当事长，我们提供我们今天所有的活动表演。那么即将代表到咱核心奖，咱的主任委员，我们的沈家旭，以及我们的总干事蓝孔信林，包括副总干事我们的范燕士哈。那么谢谢我们的所有咱的邀功，包括沈南信路，大家共同参与到咱中岛以及的参会，和咱的议论核心奖，咱也会按。会当非常的圆满，加成功。那祝福我们今天的参会能够非常的圆满顺利，也祝福现场所有的朋友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大家弄当心态健康，假巴黎。我先自我介绍，我是今天三个小时活动场的节目主持人，我叫做小秋，我从嘉义太保来哈。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陪伴我们现场好朋友度过一个中午非常开心的午间时刻。当然，咱中岛一届的参会，咱特别感谢有咱的。祖庙就是咱的鹿港新祖宫，伊就咱的董事会带领，咱所有咱的委员团队，欢迎大家，谢谢。那么包括咱贵宾的部分，我直接一一介绍吼。咱的邀功团队，我们有介绍到的，麻烦恁再整个双手，甲我一起来。好，阮代表着阮十二万分非常欢迎的心情，咱即将先欢迎着咱本庄有咱的定安宫管理委员会。谢谢，感谢咱诸位所委员代表团队，欢迎咱的永定后义宫管理委员会，感谢诸位所委员代表团队，欢迎咱北港朝天宫，感谢咱所有董事会哈，来，那么欢迎到咱东石港口宫，欢迎，谢，啊，还有咱的马明山镇安宫管理委员会。欢迎咱东安寮，咱的社会，咱主安宫管理委员会，感谢诸位所有团代表团队。也欢迎咱的北斗吼，我们的郑礼部，感谢诸位所有委员团队。欢迎从我们高雄来的咱的机关，我们的林应宫管理委员会。感谢诸位所有委员团队，我们热情谢谢大家，远从这么远的地方而来哈，那当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热情的招待，咱特地的口料理，大家用我去，祝大家会当赚钱，拢拿来赚钱，大家尽量给咱吃，相信咱的日月火星宫，咱重视的宝贝，和大家会当愈来愈好呀。好，那我们节目开场，我们先来安排我们第一位歌手先来做演唱，来欢迎小婷。2509的车辆，麻烦我们的车主先赶紧将刷起来，我们要挡住我们这现场朋友要出入的路线，麻烦咱这位来宾，请赶紧赶紧将先刷起来哦。寒冷穿你手，手不起来。都是为你吧。
雪水，有爱才有流动，请你惜惜久一人。祝福大家用餐愉快。好的，感谢您的捧我相公雷，捧我相给您收起来，我大概弄个当家在平在弄中来哦。那这个中岛的这个幸亏咱的平安会非常肯定哦，就是咱的议论，咱的核心工在我们主任委员的带领哦，咱的团队都是用心为地方来给咱付出，生命。